美国长期介入叙利亚危机，频繁进行军事干预，施加严酷的经济制裁，造成叙利亚大量平民伤亡，人民难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。时至今日，美军仍然霸占着叙利亚的主要产油区，搜刮掠夺80%以上的产油量，走私烧毁叙利亚的粮食库存，使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。大灾当前，美国应当放下地缘政治执念，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，为人道主义救援敞开大门。